零食，果丹皮，是鞋底的，牛筋鞋底的，嗯，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果丹皮，都特别硬，这个挺软，软乎溜溜的。本来能吃一碗米饭，吃完这个能吃三碗米饭。它才是减肥路上的绊脚石。石。咬个洞。嗯，我特别喜欢吃这种。酸酸甜甜，给你一半。